好的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刚刚哈皮问鸭哥，你觉得这阵容好打吗？鸭哥觉得这个阵容邦邦不好打，我也觉得邦邦不好打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这个阵容可以把邦邦摁在地上暴锤。怎么个锤法呢？就是用他的修机速度来锤。就是当你抓到第一个人的时候，看到外面四台机在抖动，你邦邦心里慌不慌？我甚至佣兵就在旁边看着队友起飞，我都不一定救的。因为我刚刚给大家讲过，这个局穷者保平赢五分足够了，第二局的五分非常非常难翻的啊。所以说穷者这套阵容选出来我也是一点都不惊讶，我惊讶的是低保这边掏了个邦邦，我甚至以为他可能会掏个女巫什么的出来打一打呢。这个邦邦掏出来嘛，真的就那怎么打呢？他必须是传送邦邦，这个邦邦必须是个传送邦邦，三抓闪现邦邦还是闪现邦邦？你拿什么打呀？这墓地里面这个人应该不会追吧？这墓地里面这个心理学家，不管墓地里面是谁都不好追的，墓地这个点是干扰不到外面任何密码机的。我觉得这把低保开局往墓地里面走，穷者平局有了，穷者平局有，真的不是开玩笑啊，不是说故意去那个什么搞节目效果，我这个人从来不搞节目效果的，我每一次的分析都是非常认真且客观的，对吧？相信老观众应该能够知道的。就这个局你在这边墓地跟一个心理学家玩，那跟坟头蹦迪有什么区别呢？对不对？这个局就是一个稳稳的三人开门战，对于穷人来讲我保个平不舒服吗？不香吗？开局这边的话一炸一刀，心理学还是拖就可以了啊，九木兔这边拖就可以了，我就拉距离，我只要不出这个点没了呀，这怎么打呀？这佣兵就站在外面静静的看着我们的英雄，我们的功臣心理学家，他成功的牵制了一分半的时间，现在人挂上外面的总量加起来已经超过两台半，对吧？我们真的是什么？我们真的是一个平局，我们又不是真胜，我要来救人什么的，我卡死救一波不行吗？我找机会偷一波，有的偷偷，没的偷我就不救，我就给你耳鸣压力，外面结实的娃娃修的快的飞起，爽的一匹，真没了。这个局低保这个邦邦掏出来，我觉得他是不能去墓地里面抓人的，墓地里面抓人你怎么赢啊？就硬生生的看着这个心理学家起飞就行了，看到心理学家起飞那一刻，对吧？我觉得穷者这边旁边有香槟都开起来了，哎，你为什么要救啊？哎，兄弟，你这不对了呀，香槟都给你开好了，你这没必要啊，不要露头啊。我觉得他也没有想救吧，他只是单纯的过来瞄了一眼，这个不在旁边酒都已经开起来了，然后佣兵露了一个脚趾头被发现了，差一点点出大事情，但还行吧，佣兵没倒就行。算一下机子，这边的机子够了。机械师这边的话，陶心还砸了块板子，那更够了。连炸秒机械。这样的话呢，邦邦可能有三抓的机会面了，因为佣兵现在是个白板了，遥控雷补，好的，机子够，那让杂技来救人吧，佣兵压机，留一个薄命，还行，因为杂技来救人的话，他手里有火球，相对来讲，他这边是杂技压机子，让佣兵去救，这白板佣兵救人，不太好吧？实在不行呢就别救了，好吧，直接两人开门战也行，这毕竟街是刚上挂的，这边是过来逼你亮机或者逼你救人，那没办法，佣兵这边只能救一炸。低保这邦邦有一说一，打得确实好，确实打得很好，闪现打一道震慑，那这边底牌我没记错，他带的是个底牌啊，机子是好的，这边人挂哨，佣兵的薄命交掉，机子直接点亮，可以，你底牌都，你闪现都交了，你就算有底牌也没有用，人挂上以后佣兵点门赶过去，来不及，还是平局，
怎么说呢，我觉得这把就是抓这个心理太亏了啊，太亏了。那你们看对不对，我分析的没毛病的，应该正常是不是，这个局我给你们分析的是不是一点都没有毛病嘛？就即便是优美被找到了，被一波血炸炸了，他只要不倒，他当时那波就唯一的机会就可能优美倒了，而且倒在中间，那这样的话这个局可能压住一台遗产机，我觉得邦邦有机会能赢了，还行吧还行吧。